等下我要吃那鸡那个那个鸡肉。你要吃那个吧，今天要吃。爸爸要走了。Thank you.
到这个东西的。我刚那边那些工具箱那边，我上去找了一个他的。可以啊，可是我们都搬的时候印象中好像不见了。
你如果用中午嘞，中午抓紧，刚，我的问题，我气太多了，好热哦，就这样，等下我去。好久，好久，那都在韩国。好快，那才是真的。你也去跑台的，跑的距离真的，你把头留给我，你看，我要把它当成我的教室。好的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？